大家好，我是吉打双溪大年的老林。这钞票在2017年的香港的拍卖会以港币23000成交，再加上拍卖费用，这买家就要付马币15600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钞票会这样值钱呢？如果不知道，还请看完这视频吧。这是一张算是没发行的钞票，这是 Gabner Tan Sri Dato Siri Aliabo Hassan 签名钞票，但在2000年国家银行的总裁交替期间，他不小心流入市场，当时理应是把 Tan Sri Dato Sri Sati Athis 的签名钞票发行。根据参考书的记录，这流出市场的数量最多有50000张而已，所以这钞票的号码预计是 C27200001 到 C27250000。由于数量不多，再加上无意间流入流通市场，所以这存世量相信会减少，尤其是那些全新品相的钞票。更何况这钞票又特别引起大多数的收藏者们的喜爱，因此这钞票的价钱就从当年2000年的10块一直的涨，涨到几千块，而品相好的评级钞更是万万升。2017年，在香港这品相 PMG681PQ 的钞票以港币23000成交，再加上拍卖费用，这买家就要付马币15600了。这15600马币算是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交价。不知什么时候这钞票可以冲破20000马币。刚才查了一下 PMG 的记录，这评分68EPQ 是目前最高。如果有张这钞票评的69EPQ，那又会如何？我相信冲破20000马币指日可待了，对吗？对了，老林也有收购这一块钱币，由于资金有限，所以只能找品相较差的来收购。一般品相只要没有破没有动，我都有收购。如果你有这样签名的一块钱钞票出让，可以 WhatsApp 我，谢谢。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关于我 PJ 十月的行程。Trip saya adalah dijangka tiba di Ipoh Perak pada 3 hari bulan Oktober 2023. 4 hari bulan Oktober 2023 di Sekincang Selangor dan 5 hari bulan Oktober 2023 di Petaling Jaya. Sekiranya anda ada wang lama nak let go dan kebetulan saya singgah di tempat berdekatan dengan anda, anda boleh WhatsApp saya untuk sebarang pertanyaan. Terima kasih.